没有问题吧？没有切到吧？没有。嗯。你放料放好了。嗯。你放料料位没有错，你就对得上。这好像大了一点，这个。包装大一点，看起来就。包装大一点没有。也没有很大，因为你这个产品也合适了的，对啊。也是产品比较大嘛。